因为我呢一直也收藏不到好的东西，所以我朋友那个啥不要的才介绍给我。他们说你也玩不了高档的，就玩个吃作妖之类的吧。哎哎，他们怎么这么跟您说话呀？因为我呢收藏点东西一直也不行。前几年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个煤气罐，你要不要？我说煤气罐，我去看了一看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，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，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这个东西呢是个四系的啊，一个高的一个罐子，它是在古代啊，一般这种罐子都是做酒器的啊，一边画的是婴儿，这边画的是仙鹤和牡丹花，仙鹤还在舞蹈，这是瓷砖窑里常见的题材。但是从这个下面的黑釉看也很完美啊，一点也不马虎，做得很规整。这四个系列做的是非常有力度的啊，就比较牢靠，是吧？四个系列东西应该是真的啊。年代呢是元代的，对，元代的，对，好。价格嘛，你说你12000买的，对，这个东西如果完整了也就是10几万。那么你这个有点毛病了，就是1/10的价，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。